我们学校有那时候是三个科系，音乐、戏剧、舞蹈。我是主修戏剧跟舞蹈。哇，是主修上一段芭蕾，然后你要穿紧身裤露鸡鸡，快点。王家谦，穿紧身裤是一包。你给他喝什么？那是一包。那里面是什么？王家谦，现在祷告也没有用了。对。我快点，是长太快了。现在可以叫我露什么？不用露，王家谦，这是他个人的。OK， 对，那就跳芭蕾，跳芭蕾，跳芭蕾舞。芭蕾太难了。啊、有有大家很难整，可以看到是从大哥跳哎，是不是？哇！好帅啊！徐哥的舞，哎，是我这我主持人了，孔庆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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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打拍子，我们打拍子，哎，那个不是孔庆祥，我们打拍子，三，快去呗。不要制作人有点出息好不好，笑那么大声啊，谢谢各位。哎，妥哥，你是学什么的？对呀、啊，妥哥，你开夜店呢？对呀、啊，我当年是国光校汽修科的。哎，修汽车，修汽车，还要表演哦。对啊，你是演员呢。你们等我一下，这样还可以吗？好棒吗？哇！哇塞！来、欸，我们节目来，堂哥已经。发飙了，主持人好有才艺哦，哇塞，什么都会耶，会修汽车，会跳，还会领边喝酒，跳舞在拍子上，好厉害！各位男生啊，要等女孩子讲累了是不可能的，我必须要直接开始，好不好？你今天跟你演对手戏那个人，丑到那个极限了，怎么处理？就是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嘛。对啊，对，或者是把他想成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没有，其实没有。比如说，你就是看着这个人，就算很近，你可以尽量不要看他眼睛，你把 focus 定在这里。对，那看起来也不会太怪，你还是可以看着他这里。来，那曲哥，曲哥不会，曲哥很帅耶。不是，他因为他是影帝嘛，他最会演的他，我们凭什么演戏啊？我连金马奖、金钟奖都没参加过来。国光帮帮忙模拟剧，男女激情热吻到底要怎么演呢？来看看杨奇和徐忠恒的表现吧。你好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而且你很帅，即使你常常喜欢出去喝酒，而且你都已经喝醉了，我都闻得到你的味道，可是我还是好喜欢你哦。继续，差不多这样吧。嗯，不会啊，不会很难。一个真正演员不可以这样。我真的会演，我演真的哦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演真的哦。我们要跨金马奖。金马奖，金马奖。有收到吗？有沾到一点点呐、啊，你看、欸、演员要有创意好不好？你口水怎么那么湿啊？快，我演一个。大号，学长演戏学着点。舔过你们男朋友的脸，我有这样子轻轻舔过我女朋友的脸，我有咬过男朋友的脸，不是，我觉得那个是哪一个哪一个女朋友？你脸好咸哦，你等一下要用化妆油洗那个舌头啊，去做大舌头。手是臭的，这个脸是咸的，然后我都知道。